古生物学家2019年在美国蒙大拿州的北部发现恐龙化石，推测生活在78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是三角龙的元祖。由于恐龙头部的前方有两只长角，和北欧神洛基的头盔很相似，也因此被古生物学家命名为洛基角龙。目前化石头部已经重建完成，在丹麦公开展出。巨大的恐龙头骨陈列在充满设计感的展间，这只新发现的恐龙品种头部前方两只长角特别引人注目，令人想起北欧神洛基的头盔，因此被命名为洛基角龙。 It's named after the Norse god Loki. In addition, we've named it after caribou. The genus Rangifer is actually the genus of caribou.古生物学家2019年在美国蒙大拿州北部靠近和加拿大边界的地方发现这只洛基角龙的化石，经过长时间拼凑复原后，发现是新品种恐龙，生活在78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由动画还原可能的原始模样，面部两只有如刀剑的长角是主要特征，属于草食性恐龙三角龙的元祖，长6公尺，重5公吨。So we're starting to learn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family of ceratopsians from this specimen. 洛基角龙出土的岩层中还有其他几种恐龙化石，显示白垩纪晚期的北美洲有多种恐龙共存。We know now that.A lot of dinosaurs from the same species, or not same species, but sort of similar dinosaurs could live together without outcompeting each other. So that's quite new. 洛基角龙的头骨化石目前展示在丹麦南部一处演化博物馆，让人一窥远古恐龙的奥秘。刘仁豪编译。